Hello，大家，这个周末来到了 University of Delaware 这个大学附近，这也是我们现任总统拜登的母校。然后我们在我之前住过的这个 apartment 来看一看，这个叫做 Pine Brooks，有很多的松树，高大林立。没有笋的吗？哇，好高啊！哇，这个竹林破得好厉害，后面有溪水。这个杆子真的是好粗啊！这个还没长出来吧？肯定有，它不能。哇，你看底下那个这么粗，没有笋。这比咱那边粗多了。各种花的组合，那个面做起来还得一会儿。是的。我要的是小份的熊本拉面，老公，这个是超大份的熊本拉面，来比较一下。老公，你拌面呢？你的面是 form 的，我的面是软的。这个面有三块肉，这个是木耳吧？姜丝，有这个，姜丝，我这怎么没有鸡蛋啊？我给你一个。啊，有鸡蛋，有，有一个半个鸡蛋就。
哦，可以开了一个。也是。是这个。是这开的大花。这很像菊花呀。菊科的。嗯。春天开的菊科的。嗯，好漂亮。这比 Home Depot 什么的要好多嘞。那是，人家一般都不去 Home Depot。哇，好香啊！八块九毛九那个 piece 很好呀。六寸的 Pad。这八块钱。啊，这五块钱。这要快线，楼层也不是很亮的，不然颜色好呀。要买吗？不要了，这都过了，花期都过了。这是什么大脑包？这一颗，嗯，这家不便宜。但是好像我们那都没有，上面我们去的那家都没有这个花心。那家主要是卖帽翅为主。嗯，花仙子好便宜的。花仙子就是 Easter 的时候有。这个最好看。是。这是 Easter for Easter， 好漂亮，不好看这多肉白。这29，哇，这好可爱。花树都长成绿色的，这边的上次买的这个郁金香花，估计花期过完 Easter 就谢了。然后今天又买了两个植物，一个是这个 Sugar Plum， 一个是这个 Ice Plant， 感觉像是多肉的。这是由春天一直能够到秋天，所以它的花期比较长。这个是红色的花，这边已经有花骨朵出来，是红色的，应该很漂亮。这个应该可以移植的。这个呢是我之前在前一个房子的时候买的，然后这个确实是能够长得很旺 ，Sugar Plum 也不容易长。杂草，所以现在还没想好把它种在哪里，种在这个前面这块吧。郁金香花凋谢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弄一下。你看隔壁邻居来了好多辆车，街里面停满了。
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做排骨汤，在那里面煮着，然后包馄饨。这边是剁的肉馅，然后馄饨皮儿。后院捡的第一茬韭菜，很细，你看很细，正好。然后这种是有头虾，有头的白虾，我们喜欢把这个冻碎的，而不是买那种速冻的无头的，这个味道好一点。然后后院摘了一点点葱，然后把它拌在一起，打算爆馄饨。我们切一点点紫砂丸，然后混成凉拌。好硬哦，好像青。啊，八宝蜂也采蜜啊？对呀，人有蜜呀、啊。好漂亮啊，好多蜜蜂啊。六个样儿的冒吃，38块钱一个样儿的，给我40，买了六个样儿的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够用啊！前面已经用掉了这么多，还是浅浅的一层。隔壁家的 party 结束了，樱花还在。现在早上8点钟，老公已经吃过早饭，把猫吃铺在后面了。昨天怕影响他家吃饭，所以没铺猫吃。今天要把这些猫吃都要铺一遍。这边树的还有，这边。工程量巨大呀。